事太多，给谎言装饰多浩瀚如幻觉，谁像被骗魔闪烁连天网盖尘灰烟波，得知离开消失感觉留下爱，遗憾亦太多，分开时一声不枉过，谁愿放怀念着最初，发觉是分秒暗藏背后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上车。在浴缸里发现死者，相信死了一段时间。这些是高浓度的硝酸和硫酸，是做炸弹的最简单的原材料。这些电线和胶布的类型跟炸死丁丁的炸弹是一样的。这是他，罗玉娇，带几个同学盯着他。有你帮我，我一定能破这件案子。Madam， 已经跟电信公司联络好，他们帮忙追踪电话来源，此时准备开始。现场怎么样？准时恭候了，大家早就入席了，但是还没得吃。放心，主菜很快上场，大家准备好。追踪来源，电信公司已经开始追踪，电话是荃湾区打来的，还没找到确实位置。接电话。听到没有？喂，喂，这么久才接电话，是不是那些家伙还在楼下等我？这些瘟神一天不走，我就没办法拿回我的宝贝。喂，喂，你哑巴了？怎么不说话？全面监视。收到，马到。我现在问你，那些警察是不是还在楼下守着我的房子？用不着守了，已经抓到你了。你啊，去，别动！老实点，真的不关我的事，还撒谎。不关你事，石头勇怎么会打电话给你？我们这里有记录，加上刚才的电话，石头勇每天都会定时打电话给你，你没得抵赖，最好跟我们说真话。谁都知道石头勇是涉嫌放炸弹、蓄意谋杀、造成三死一重伤的头号通缉犯，你知情不报就是同谋了。什么什么炸弹呢？什么死人呢？不关我的事。你带的这颗玉翡翠少说也值3-4万，你买得起吗？是不是石头勇送给你的？我跟他上床他就给我了。跟他上床就送给你，这么简单？你不是王彪的马子吗？怎么会跟石头勇上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跟石头勇有一腿，被王彪知道了，所以你们两个就杀了王彪。这块玉就是石头勇给你的保密费。什么保密费啊？不关我的事啊。不是保密费，那就是石头勇给你杀王彪的酬劳了。我没有杀王彪，我没有啊。是石头勇叫你杀的，还是你跟了石头勇之后甩不掉王彪，所以就杀了他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杀王彪，杀王彪的人是勇哥。是勇哥杀的？他怎么杀的？你想我相信你没杀王彪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我事实真相，王彪是怎么死的。那天这块玉真漂亮，送给我。好好好。哎，阿彪，来放水给我洗澡，快一点，肚子饿了。勇哥，什么？炸死戴坤那件事，什么时候把钱给我？你放心吧，还怕我跑了不成？等我拿到了宝贝翡翠，自然就会给你钱了。不是啊，我现在找关系要钱，跑路也要钱，将来生活还要钱。是你说呢？叫我做个炸弹，炸死戴坤，警察不会太紧张，只会当是江湖仇杀嘛。但现在不一样，炸死了一个女人，
炸伤了一个女警，惹火了那些警察，别说30万，100万还差不多。哇，你烧坏了脑子还是烧坏了嘴？100万，上次那么大的事，我找大齐用手榴弹炸戴贵才10万块，现在我给你30万不少了。你现在给我算这个是不是？好，我就跟你算。自从你偷偷回到香港，天天待在我这儿，我每天大鱼大肉的招待你，你在这儿吃，在这儿拉，还要上我的女人？傻瓜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上你的女人，你应该高兴，应该双手奉上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给我100万，就别想出这个门口。你唬我！叫你勒索我！他死了！我告诉你，把这儿给我收拾好。如果你敢去报警，我连你也杀了。你要是听话呢，保证你有好日子过。我没有杀王彪，杀王彪的是勇哥。我每天只是接他的电话，看你们有没有埋伏在他豪宅那儿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就会回去拿走他的玉，真的不关我的事。阿娇当然不承认杀人了，有谁杀了人会承认自己杀人呢？况且我回到香港这么久，我没见过王彪。我们在凶案现场找到你怀表上面的翡翠，这块宝石在拍卖行里有证书，你敢不承认？也证明了你在现场出现过。没错，这块玉是我的，难怪平白无故不见了，肯定是那个死八婆偷了我的，然后就杀了王彪，把东西落在我的家里，有证有据，你们可以抓人了啊！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吗？我们已经问了阮大齐了，他承认了是你主使他向戴贵扔手榴弹的。阿Sir，你用用脑子，外边谁都知道我跟戴贵是有过节的，阮大齐呢把罪名推到我身上，就是希望少坐几年。炸死戴贵的炸弹是王彪做的，他跟戴贵又没仇，好好的干嘛炸死他？是不是上次你没有炸死他，所以你不甘心，你就收买了王彪？谁知道被王彪发现你和罗玉娇有奸情，他就坐地起价勒索你，你们谈不拢价钱，所以你连王彪也杀了。喂，妹子，你别冤枉人呐！王彪他死了，死无对证。阿娇的话你们也信不是吧？现在不只是罗玉娇指证你，连王彪也说你是凶手。喂，你吓谁呀？王彪都死了，他怎么指证我？他是死了，但是他照样能指证你，因为我们有人可以代表死者说话。这位是我们的法医。什么法医啊？又想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根本没时间跟你玩，你自己做过什么应该很清楚。我在王彪的牙缝里找到一条纤维，所以我相信王彪死前跟凶手一定有过激烈的纠缠。这条纤维是属于你的，所以我们相信最后跟他接触的人就是你。找到一根毛就说是我干的，这太可笑了。当然没那么简单了，我看你万万想不到，就算王彪死了，也会指证你。这副是王彪牙齿的导模。喂，干什么？请你合作。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们也是求证一下。王彪牙齿的导模和你手上的牙印完全吻合，我看你没话好说了吧。想不到天有眼，王彪临死前都留下证据指证你吧。我的未婚妻是被你的炸弹无辜炸死的，这次完全是因为她，我才可以找到证据指证你。谁让你迟到一定要罚？还来？上次你说隔着衣服咬下去没事的，谁知道你那么用力，你看这牙印一个礼拜了还没退呢。也不太明显吧，让我再试一次。不太明显。
经过警方连日来抽丝剥茧和努力的侦查，黄巢乡村俱乐部的炸弹案已经成功侦破。制造炸弹的是刘福山村屋谋杀案的死者王彪，而我们拘捕了石勇，同时也证明了石勇就是炸弹案的幕后主谋。马督察，你在毒品调查科经常破案，一接手专案组又破了这么大的案件。哇，你的工作效率很高啊。我一向对我的手下要求都很高，所以才可以维持法纪，保障市民的安全。沈勇女督察要求高，火速侦破连环凶杀案。她是对我们要求高，听她瞎指挥累得像头驴似的。她对自己要求很高吗？高，当然高了，曝光率要高，要上报吗？这批英国马真以为自己最棒了，他是独营，其他人都是陪跑，这么不害臊，连法证法医都不提一下。要不是高 Sir 帮忙和古医生的牙膜，他能那么快破案吗？可不是，用古医生做的牙膜来咬他就对了。话说回来了，以前麦德米一破了大案子呢，就会请我们大吃一顿，不知道这批英国马会不会。你没饭吃啊？没饭吃吃我这碟，要他请吃饭吃了都会胃疼。嘘，哎，大家一起吃饭了，坐开点，坐开一点，麻烦让让，腿都顶上了，明知这里挤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天生腿长。你跟我比啊？哎，这么巧，我的手也很长，那不妨碍你们。好啊，天秤座，我这个星期会丢东西。你脑子有病啊？丢东西还说好？你先听我说完嘛。那首先我会丢东西，然后呢会有个心仪对象把东西送回来给我，我会跟他呢发展一对浪漫的情缘。Madam， 吃完饭了。嗯，Madam，你破了一件大案子，我没有初来乍到，是不是应该跟大家庆祝一下呢？我知道一间酒吧做促销很便宜，要不你什么时候做公关了？就算我肯，也要他们愿意才行啊。报告做好了，先让我看一看，记着别漏了什么啊。嗯，免得被你连累。各位同事，那我们这么开心破了一件连环凶杀案 ，Madam 说呢？今晚请大家去酒吧庆祝一下。看什么？我们不是约了下班去看 Madam 的吗？对呀，记得要买花。哎，做事。哎，我姑姑说了很久了，叫我请你们来家吃饭。哎呀，我说出去吃多好，干嘛还要做这么麻烦？是啊，出去吃，哪有我姑姑那间 Colony 住家快线好啊？那材料新鲜，煮法健康，靓汤润而不肥，很受大家欢迎的。除了旺角太子，还可以送去金沙嘴呢。是吗？那何文婷送不送啊？你想送去法政部啊？哇，要是我姑姑知道我的同事叫外卖，会做得更好。哎，姑姑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脏啊？你好。你好。阿琛，高 Sir 是吧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第一次来就乱七八糟，不好意思。我姑姑康妮姐。康妮姐，你不是得罪人了吧？我哪得罪人呢？我见义勇为呀。昨天呢，这里 A 座的大块打老婆，我看不过眼就跑去说他。谁知那个大块多凶啊，还想打我呢，我就立刻报警了，这样才吓得他不敢。我看他肯定是怀恨在心，故意扔垃圾在这报仇。哎，康丽姐，哇，哎，廖先生，怎么了？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哎，别提了，被人报复啊。那这位廖先生就是一位好邻居了。昨晚呢，他打牌打得超过12点了，你知道啊，吵着别人睡觉就不太好。我就过去按门铃跟他说，他马上收桌子，还直说对不起。你看人家多斯文，多讲理。哦，应该的。哎，你慢慢收拾吧。啊、哦。廖先生，你先别走。康妮姐，嗯，我看你门口的垃圾呢，是这位廖先生扔的。不是吧？喂，你别乱说啊。我没乱说，人是会说谎的，但是证据不会。你看你裤脚上面有些什么？好像是截肢。廖先生，你是住在那个单位，按说你扔垃圾和乘电梯都不用经过康妮姐门口才对，但是为什么你的裤脚会有垃圾上面的截肢？这就证明这堆垃圾是你扔在这里的。哎，你别冤枉我啊！现在哪户人家没有截肢啊？可能我不小心蹭到了，你就认为是我做的。但是煎过猪排的截肢成分就复杂多了，只要我拿回去化验一下，就知道跟你裤脚上的是不是一样。如果你认为截肢还不够呢，还有这支牙刷，只要我拿回去验验上面的 DNA， 就知道是不是你用过的。你唬我？什么唬你啊？他是我侄子的老板，香港化验署高级化验师。你骗得了我，可是骗不了他。
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哪有这么阴险、这么报复的？你还说呢？昨晚我打麻将也就够背的了，刚刚做了把清一色，等着叫胡，你就过来大吵大闹。哼，不然的话，我一定翻身呢。现在大吵大闹的人是你。哼，你打麻将打到十一二点，就是扰人清梦了。左右邻居有权投诉你，甚至还可以报警呢。还有啊，你扔的满地都是垃圾，你就是垃圾虫，一件一件算，每件1500。哼，你想我怎么办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高四，别麻烦了。那廖先生，现在康妮姐说算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做这么无聊的事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拜托你马上把垃圾捡干净，把走廊擦干净。廖先生是吧？记住呢，要用1:99的漂白水。哎，让我来吧。啊，刚才呢那么精彩，我也没看见，真可惜。高嫂，你真厉害，我又多了一个偶像了。是吗？你有很多偶像吗？他的偶像就是 Madam 妈。哦。Madam 妈呢是警界里面的一名神勇女干探，是我方妙娜终身学习的对象。可是呢，我又没想到可以遇到一个不用拿枪，单靠科学也可以破案的能人呢。过奖过奖。可不是，高嫂这么棒，跟着他有你学的。在英国拆弹有什么用啊？早点回来香港嘛。早点回来吃你的手打鱼丸吗？现在不是回来了。哎，还加入了这么优秀的法政部，还有这么优秀的同事，还见到了我这么优秀的兄弟。给你一块好鱼肉，讲你的阿珍。哦，谢谢。妈咪啊，你偏心啊。你能哄你表哥回来吗？只有阿珍才能让一生留下来。哎，姑姑姑，来来来，吃东西啊，来来来。喂喂，没熟呢，怎么吃啊？康妮姐。啊，你这个汤底呢，一看就知道不止木瓜和鱼，还放了鲜奶，是不是？我只放了一点点啊，这你也喝得出来？怪不得这么滑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我觉得呢，你的鼻子应该比警犬还要厉害。我看你请医生之前呢，是知道他姑姑的厨艺非凡，你才肯请他的吧？你也很厉害啊，喝了口鱼汤，脑子就转得这么快了，康妮姐。你做的鱼汤确实不一般呢。嗯，不用吃我姑姑的菜啊，她刚才已经不一般了。哇，我听到她说1:99啊，我都笑出来了。阿晨，你又回来了啊？是啊，是啊，回来了。认识了你们两个，想不回来也不行啊。吃东西啊，吃东西。总之，我能介绍给你呢，就一定是好地方。我跟高婶经常都来这里，这间枪会呢设备又齐全，会员素质又高又斯文。啊，你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夸你自己啊？随便了。这么巧，我刚介绍一成入会，顺便带他参观一下。上次那件爆炸案，谢了。不用客气，是我分内事。哎，笔帽呢？会不会掉在包里面了？没有，可能刚才弄丢了。哦，你的笔是名牌笔，就算真的丢了笔帽呢，还可以配的。没得配了。你刚才有没有拿出来用过？我好像在柜台填过一张表。喂 ，Madam， 我是郑康。上次你给我上网订书的网址，刚才我想拿出来用，但是找不着了。我现在也有东西不见了，等会儿打给你。诶，你好像是天秤座的。那怎么样啊？星座说天秤座这个礼拜会丢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会有个白马王子送给你的。无聊，我不信这些玩意儿，就这样。啊，这个 Madam 妈真是有意思，丢了个笔帽也这么紧张。别管人家了，总之我破这件案子不是为他而破的就行了。喂，你别岔开话题啊，你入了会呢就要请我喝东西。怎么又是我呀？套餐包的嘛。喂，你说这是不是 Madam 妈的笔帽啊？哇，原来这么小，难怪呢，掉了真的很难找。哦，这么小你也能找到？这个笔帽对他来说这么重要，居然被你找到了，看来他这次呢一定会很诚意的跟你说声谢谢。但我现在要先去一下厕所，这句很有诚意的谢谢呢，就交给你了。喂，喂。没得吗？不用找了，笔帽。谢谢你啊。这支笔对你来说肯定很重要，找到了你很开心。
不好意思啊。喂，知道了，买蛋糕吧。嗯，准时回来了。OK， 拜拜。谢谢你。喂，怎么样？他有没有说谢谢啊？当然有了，还很有诚意呢。看来这支笔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哇，帮他找到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也不请你喝杯东西？请我喝东西呢，还是留给你了。知道了，妈。我爸最喜欢吃拿破仑蛋糕吗？马上就到。小姐，拿破仑蛋糕就剩最后一个了，你是不是要？这个蛋糕我要了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蛋糕是这位小姐先要的。我听不见看不见呢，怎么这儿还有其他人吗？收钱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争呢？你明知道这蛋糕不是我吃的。我知道。你以为你老爸会去你家喝那个女人熬的汤啊，吃你买的蛋糕啊？你别做梦了。我儿子打了电话给我了，今晚呢他会接他老爸回家吃饭，这个蛋糕就算你买了也不会有人来吃了，还不帮我包起来。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好的。你是什么东西呀，跟我争。你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次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这个蛋糕是我的，如果我不让给你的话，你一辈子都得不到。不用找，谢谢。哎呀，你什么态度？妈，那我替国英跟你说声对不起啊。替谁说对不起啊？那个女人打来。不是，给我听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知道自己错了吧？你这狐狸精怎么教女儿的？叫她当众跟我过不去。我妈教我不要欺善怕恶，不要阴险鬼祟。你有什么就跟我说，不要跟我妈说。你别再骚扰我妈，否则的话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哎呀，你跟她生这种气何必呢？那个女人平时骂我是死野种也就算了，她现在啊又说我是不开心的事呢，不要放在心里好吗？我呢今天学会了做黄金虾，我做了很多，你爸又不在这儿吃，你帮我吃光它好吗？啊，还有这个拿破仑蛋糕呢，我这么辛苦拿回来啊，你也要帮我把它吃光。没问题。你知不知道这个蛋糕呢我最喜欢吃了，因为你爸在这儿呢，我就让给他吃嘛。今天他不跟我们争，我们两母女吃大餐。彦博，嗯，你有没有看见刚才医生给我那张做物理治疗的时间表？是不是这张？我已经帮你约好时间了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谢谢。不用。佩佩。彦博，小柔，能出院了？是啊，医生说我的手已经没什么事了，可以回家再慢慢调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我陪丽人来做身体检查。她没事吧？没事，她心脏一直都不好。嗯，可能最近过度操劳。整天说很累，又说头痛，我担心他有事，带他来检查了。检查一下好，不过不用怕，他有你这个医生太太看着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小柔。放开我！冷静点！你怎么样？放开我！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个最近常常都会失控。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碰我老婆，要不然我跟你拼了！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你有心脏病的！放开我！他情绪很不稳定，要给他打镇静剂，带去观察病房。我警告你。冷静点，放开我。佩佩，丽人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对你有点误会吧。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搞得你们都受伤了。没关系，你的头也伤了。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不用了，你快点送小柔回家吧，我看着她就行了。有事打给我。嗯。对不起，佩佩，你痛不痛？ Sorry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上次你答应我不再动手打我的，这次你连燕博和小柔都打了。我真的不想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看到燕波碰到你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是真的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李医生，李医生，许仙的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们也找到他情绪突然失控的原因。脑前叶是掌管一个人的情绪、语言、判断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脑部组织。我们给许先生做过详细检查，发现他的脑前叶长了一个肿瘤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因为肿瘤压住了脑前叶，所以我先生在行为和情绪上才会突然失控的？不错，当遇到外来刺激，普通人的情绪只会有小小的波动，但是脑前叶有肿瘤的病人就会情绪激动，甚至行为失控。除此之外，肿瘤还会令病人呕吐、疲倦，还有头痛。医生，是手术切除肿瘤我就没事了？但是你有心脏病，切除手术我怕你负荷不了。丽人，你不能冒这个险呢。如果不做手术，我可以熬多久？很难说。我们可以用放射性治疗控制你的肿瘤，吃药降低你的脑压，可惜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搞定，谢谢啊。难怪丽人那么斯文的人也会出手打人，原来是脑前叶长了个瘤。怎么会有这么怪的病呢？真的没法治啊。我跟佩佩通过电话，她说医生给丽人做放射性治疗，希望可以控制住脑瘤。丁丁走了，她老公就这样，真是祸不单行。可不是吗？他们夫妇俩那么恩爱，好好的丽人她又得了这种病，真是可怜。你的手还疼不疼？哎，明知手有伤嘛，就不要这么逞强了。爸，看你说的，姐姐是警察嘛，这是本能反应，况且她看到自己男朋友被人打还不立刻出手啊。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那最好了，但是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，千万不要让右手有劳损。那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好好的静养，好好休息，听到了吗？我去倒杯水。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真的那么没用。哎，姐，你手怎么样啊？手没有力气啊。我回房歇会儿。哦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老爸，你惹姐姐生气了。哎呀，我是关心她。喂喂喂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去看看她。哦。我想静一静。不用见了，有我爸在这儿，他会照顾我。你先回去。小柔，对我来说，无论现在或是将来，都没什么比你重要，知不知道？有没有看过桌上的礼物盒？我今早放在这儿的，你看。模型八十，我说上次你连看都没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枚戒指呢，上次我们俩吃饭的时候我已经放在里面了，可是你连看都没看就走了，我连开口求婚的机会都没有。我这次请了3个月大假去伦敦，我是想跟你一起去，在英国的古堡里举行婚礼，然后就坐巴士游伦敦，在那边度蜜月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。你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，你有什么决定我不知道。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要猜，我好辛苦。我现在说出来了，你就不用猜得那么辛苦了。小柔，给我一个照顾你的机会，嫁给我。
Once upon a time, archangel in the sky made a cover every night. Once upon a time,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呀、啊？佩佩，真对不起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为什么说这种话呢？你忘了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在教堂发过誓的，我怎么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是，每次我有事，你一定在我的身边。你是上天送给我的天使。Here's your coffee. Thanks. What happened? Are you okay? I'm a doctor. 我有心脏病。那你有没有带药啊？在我口袋里。OK。放心吧，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You are my angel.我是丽人，请留下你的通讯。佩佩，怎么我打给你，你都不复记呀、啊？我很担心你，你有心脏病呢。我没事的。你又说这个长周末要陪我。我记得陪你坐半天车去，半天车回来那个小镇里，在跳蚤市场后面呢，有一间卖古董首饰店。你上次看中一个很漂亮的古董戒指，但是人家关门了，所以没买到嘛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遗憾到现在呢，这次的长周末再也不去，我怕下次去戒指被人买走了。不用问了，一定被人买走了。你看是不是这个？我按照你的品味和喜好去选的。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失踪了两天，就是特地帮我去买戒指啊？嗯哼。不过不是这个。啊？这个是男装的。什么？那这个呢？就是这个了，居然被你找到了。当然了，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都能找到你这个天使，一个戒指难不倒我的。哎，原来这个戒指有男女装两种，这注定它就是我们的了。佩佩，给我个机会。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你嫁给我。无论是贫富、健康或者疾病，我都愿意一生爱你。在教堂里面，在神父面前，我都发过誓。作为你的妻子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我们一定要一起对抗这个疾病，绝不能放弃。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有一点头晕了，我没事的。可能你的情绪和胃口不好，所以才瘦了。以后等你好了、胖了，想摘都摘不掉了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绝对不会把它摘下来的。徐先生，李医生，做电疗是会有头痛和胃口变差的副作用，这些特效药是我开给你治头痛和胃痛的。谢谢医生，过程是会辛苦一点，我会陪着你，撑住啊。嗯，谢谢你医生。应该的，家人的关怀和照顾才是最重要的，辛苦你了。
是的，没事的，没关系的。对不起。不要紧。好香啊！尝尝这个茄汁大虾好不好吃？好啊，谢谢你啊！还有酱油鸡、古老肉，我最喜欢吃了，我不客气了。嗯，吃饭。吃饭。先尝尝古老肉。嗯，好好吃啊。丽人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漱漱口吧，漱掉口腔里的胃酸会舒服一点的。嗯。不要再吃了，我去给你拿点胃药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谢。这里的奶酪蛋糕很出名，想不想尝尝？我很感谢你请我出来喝东西，但是我实在没有胃口。你瘦了一点，是不是照顾丽人很辛苦？说辛苦，我哪比得上丽人？她要应付放射性治疗和很多的副作用，又在我面前控制情绪，我知道她撑得很辛苦。对我来说呢，最难受的就是帮不了她。你这种感受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就拿小柔来说，别看她平时好像很坚强很有自信，可受了伤之后她的情绪也很低落，何况是丽人。小柔很不开心吗？我向她求婚，她以为我是同情她可怜她，她一口拒绝了我。以我熟悉的你，不会因为同情人而向人求婚吧？没受伤之前的小柔也会明白的，但是现在他就不断地自我否定。但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也知道我的性格，我决定的事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。就像你做善终服务那样，你面对过那么多病人，你也知道病人最需要身边的人的鼓励，尤其是感情亲密人的支持。想他们不放弃，我们首先要坚持。没错，就像丽人一样，我知道他很需要我，所以不论这条路多难走多崎岖都好，我都会继续支持他。丽人发短信给我。没事吧？他说，佩佩，我不忍心看你再为我痛苦和受伤害，再见。我怕他会做傻事。丽人真的不肯听电话。保险箱钥匙、保险袋、物业资料，他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啊？他真的准备自杀？你先冷静点，我看他也是一时情绪不稳定才会做出这种行为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他。不好意思，什么事，小刚？刚 sir， 今天放假，我本来不应该找你的，但是有件堕楼案，我跟医生到了现场，发现死者之人是林佩佩的丈夫许丽人。找到他了。麻烦你们靠后一点啊，法政部。丽人，佩佩，客户验尸是堕楼致死。师兄听街坊们说，事发在半个钟头前，就是3点钟。他就是那个时候发短讯给我的。短讯的内容是有自杀的倾向。丽人，为什么你不等我？我们一起去面对，为什么你要自杀？他有可能不是自杀，